这个主题逃亡之涯见成长，逃亡之涯见成长，是记载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23章，那也是我们的一个进度哈。那首先我们先来翻开撒母耳记上的第23章。撒母耳记上的第23章，23章的26节到28节，26节到28节。好，那我们可以在圣经这边做一个注记。好，26节，那小弟来读。26节，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28节，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那地名叫希拉哈马西罗杰，西罗杰。好，那读到这边，在28节当中有一个词叫做希拉哈马西罗杰，这个意思呢就是一个逃亡之涯，跟这个也有一个意思叫做区隔之涯。好，那这里也有就是有说到它是一个分开的一个岩石，也就是大卫跟扫罗分开的这个地方。好，那这个名称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那我们今天呢透过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23章当中，好，在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记载这个大卫在逃避扫罗追杀的这个期间。好，那我们知道说在22章，好，是记载这个大卫逃往这个犹大地亚杜兰洞这个位置，后来呢进入到23章，好，他逃到这里有3个地点，分别是基伊拉城，好，再来是西弗旷野，好，第三个就是马云旷野。那在这3个地点的一个经历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是如何从困难的一个处境当中保持对神的一个信心还有顺服，并且做出一些关键的一个决策。那最后呢，从他的这个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成长。所以小弟在撒母耳记上的第23章分为4个段落来做分享。那最后呢会提出几个信仰的一个学习方向，好，来与弟兄姐妹来做探讨。好，那第一个部分呢是从1节到5节，这里是说到大卫他第一次求问神，好，是来帮助要来帮助这个基伊拉城的这个事迹。好，那在6节到13节是第二个段落，那在6节到13节是第二个段落，这里是提到大卫他第二次求问神。好，那主要就是要来面对这个扫罗的这个追杀。好，那第三个段落就是从第14节一直到第18节，这里是提到大卫跟约拿单最后一次的一个见面，当中也提到他们的一个友谊跟鼓励。好，那第四个段落就是从19节到29节，好，在这当中是看到神奇妙的一个安排跟拯救。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1节到5节，大卫第一次求问神。好，那一节这里说到，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4节，
那位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拉的居民。好，那这一段事迹当中啊，我们看到啊，大卫他自己正在逃难的一个过程。好，当他得知这个非利士人来攻打基拉城的时候呢，并且来掠夺他们禾场，他们的这个禾场，那他就立即的求问神说啊，要是否要去来帮助这个基拉的居民。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样的一个见义勇为的行为真的是非常的可贵的。那这个经文当中提到的基拉城呢，它是靠近地中海的一个高原，也就是临近左边的话是非利士的一个边境，那它的海拔高度大概有450公尺高，比这个犹大的这个山地呢比较低一点。那从他上一章当中这个亚杜兰洞到这个基拉城的这个位置呢，大概是有5公里的地方，也就是从上面到走下来的话大概就是5公里。好，那在这个地方呢这个非利士人不但是攻击神的一个百姓之外呢，也常常侵略就是附近的各种城市。好，那在经文当中看到这个抢夺禾场，这个禾场呢，它是顾名思义，它是一个空旷处，那也是比较没有防御的一个设备跟设施。那在这个空旷处呢，当时会摆放就是神选民以色列人他们收到的谷物的一个作物。好，也就是在他们收成期的时候呢，会把他们的作物堆积在这个地方，我们称为禾场。那的确在这种这个空旷处呢是非常好做一个抢掠的一个标的。好，那在经文当中提到这个军旅的意思，这个军旅就是受过正规的一个军队也可以翻作是一种抢掠者。所以从二节当中，我们看到大卫面临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决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是不是依靠自己的一个智慧跟经验，而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懂得来寻求神的一个带领。好，这是大卫他信心的一个表现。好，因为他知道只有透过神的带领呢，才能够带来真正的胜利跟跟平安。好，那在3节到4节当中，我们却看到跟随他的部下就是提出这样的一个疑虑意思说我们在犹大帝这里就已经很害怕了，何况我们要去那边来拯救这个基拉城的居民。好，那我们看到大卫面临到他部下的这些疑虑他照样的一样再次向神求问。好，所以到第5节呢，我们看到大卫顺服神的一个吩咐，他信心的一个表现，也就是听到神的一个吩咐呢，他就具体的展现出他的行动。好，凭着信心就带领跟随他的人往这个基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而且是大大的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好，那在我们会想说，为什么大卫要来去救这个基拉城的一个居民呢？这个基拉城的居民呢，其实呢，他可以算是属这个犹大支派的一个就是同族的人呢。好，那大卫会这样子你可能也是思考到说我们见到这个同族的人，我们应该要互相帮助。好，那我们会想说，我们在面对我们生活当中这种压力的挑战的时候呢，好，我们是否愿意像大卫一样，学会有一个谦卑求问神的一个旨意跟顺服神的一个带领呢？好，尽管是
不论情势是怎么样的一个逼近，那我们是否还是来懂得依靠神。好，那我们来看到六节到十三节，这里是提到大卫第二次求问神，也就是面对这个扫罗的一个追杀。好，那在经文当中是这样子说到哦，在六到八节，好，这里是说到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得。七节，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闭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于是扫罗招聚众民要下去攻打基拉城，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得拿过来。十节，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基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大卫又说基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六百人就起身出了基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拉逃走了。好，于是呢这个扫罗不出来了。好，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记载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手上拿的这个以弗得呢，好，他是这个祭司的一个服装。好，他说拿这个以弗得，也就是说从这个犹大帝这边然后往下来跟这个大卫来做会合。好，他然后在第七节说到这个困闭在里头，也就是被禁闭在这个地方。好，那大卫大卫这边的祷告在第十节这里说到听真了，也就是有连续两个听见的一个意识。好，那六节到八节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扫罗的一个情报是非常灵通的。哦，他得知到大卫的一个行踪的时候呢，就打算要前去来围困他。好，所以大卫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再次的求问神。好，那神也给他回应。好，他也甚至也告诉他说这个基拉城里面的人会把他交给扫罗。于是大卫就选择离开。好，那我们看到在这里的当中我们这个大卫再次求问神，那神也给他一个回应。好，那大卫适时的一个撤退呢，可以看出大卫是顺服神的一个旨意选择离开基拉，避免被这个扫罗围捕。好，这告诉我们就是说有的时候退让呢也是一种出于智慧跟顺服的一个决定。好，那基拉人的这个决定呢，我们刚刚提到说他是犹大支派的。好，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跟这里是提到十五章的一节，好，这里是提到犹大地支派按着宗族研究所得之地，是在晋南边到以东的交界向南直到寻的旷野。所以在这一个位置当中可以看到十五章的四十四节又说到说这个基拉雅格西玛丽莎共九座城还有属神的村庄。这当中是记载到这个基拉城的位置呢就是属这个犹大支派的。好，所以看到这个同族犹大支派的人来追杀大卫，好，来配合这个就是想要把大卫交给这个扫罗王啊。好，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背叛自己的同族？那这也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个人之常情啦。因为呢，跟自己的一个性命去比的话呢，虽然自己的这个救命恩人的性命
也是很重要了。但是面对到自己生命的危险的时候呢，它就变成是一个次要了。好，所以呢，大卫跟随他的人就只好离开了。那在箴言的第十九章二十一节，我们来看箴言的第十九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啊，这里说到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啊，这个立定呢，也就是被建立的意思。那我们看到在第一大段跟第二大段的经文当中，啊，大卫他领受了这个教训啊，已经懂得学乖了，好，懂得要来依靠神，来寻求神的一个旨意。那我们可以思考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有懂得去询问神呢？在我们面对任何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上，我们是不是愿意先把这件事情交托给神？即便是我们在面临危险的当中，我们也能够懂得来靠神呢？好，那我们来到十四节到十八节是第三个段落。在这段落当中是提到大卫与约拿单的一个友谊啊。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里经文当中提到的一个十四节到十八节，好，那小弟来读一下十四节。好，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藏在西佛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那时他住在西佛旷野的树林里。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事我父扫罗知道了。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大卫仍住在树林里，约拿单回家去了。好，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是记载大卫跟约拿单最后一次的一个相遇。那这个山寨的意思就是大卫他跟随他的人有许多的一个堡垒。好，那这个山寨就是这个意思啊，旷野里的山寨。在这个西佛旷野呢，是我们看到二十三章的第二个位置，那它也是属这个犹大旷野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记载在这个整个死海西岸的一个地区啊。好，在这当中其实也分很多的一个旷野。那在大卫逃亡的旷野当中，这个西佛旷野呢是属于比较多的岩石跟这个荒凉空旷的一个地方，也是大卫逃难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区。好，那这边说到十七节这里的一个加害呢，也就是这找到跟发现的意思。所以从大卫在旷野逃难的过程当中啊，神的保守就是大卫他常常在十四节当中提到住在旷野里的山寨里面，然后呢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这提到是一个神的一个保守。在这当中呢，十六节到十八节我们看到这个约拿单呢，虽然他的父亲也知道他要来见大卫，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十六节。好，十六节这里提到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也就是他的目的就是要来鼓励大卫，要来信靠神，能够得到刚强。那在十七节就提到一个信心的一个激励，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好，这里说到他一样这个约拿单用这个安慰的话来安慰大卫。好，甚至对他说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好，这个可以看到说约拿单他除了鼓励大卫之外呢，他也相信神的应许必定成全，也就是大卫呢将来能够必成为国王。好，那也在这样的一个困苦当中
好，能够看到他们彼此的互相激励啊，能够兼顾他们共同对神的一个信靠。好，直到第十八节呢，这里就说到立约的一个确认了。好，可以看到他们友谊的象征跟对神信心，是彼此的一个忠心跟互相承诺的。所以在箴言的27章第9节，箴言的27章第9节，这里说到，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好，感谢神啊！那我们可以思考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属灵同伴陪伴着我们，能够成为我们支持的一个信仰上的一个支持者，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信仰当中得到一个激励跟一个信心。好，那在第19节到29节，这里就看到一个神奇妙的一个安排。好，那这里就说到，当这个扫罗得知大卫在这个西佛旷野的时候呢，好，他要再次的追赶大卫，所以大卫就逃到了这个马云的这个旷野地区啊。在这当中也记载到，住在这附近的一个西佛人呢，他也曾经来面见这个扫罗啊，然后扫罗也对他们说：“愿耶和华赐福于呢与你们，因你们顾恤我。好，请你们回去再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是谁看见他在那里？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好，那这里说到，这个是当时附近的这个西佛人呢，他其实也是属这个犹大支派的人，也是大卫的同族人，但是呢，他却偏袒这个扫罗，而视大卫为这个叛徒啊。好，那我们可以思考当中，在我们的圣宫里面，是不是也是存在着这种西佛人呢？哦，他们不但不积极的帮助，而是在后面来扯后腿呢？好，甚至使我们的圣宫推主产生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23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16章23节，23节，好，这里说到，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好，我们看到这个转过来的意思呢，也就是表示这个耶稣他转离彼得，转向其他的一个门徒，并且就对他说：“撒旦，这个撒旦就是一个敌对者。”他说：“这个绊我脚的，也就是这个绊我的一个绊脚石。”好，他这里提到的这个体贴啊，也就是专注于某件事上，或者是来就是思念跟想到。好，这里讲到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呢？啊，这个呢就是绊主耶稣脚的人呢。好，在这经文当中是在叙述主耶稣他第一次预言自己受难的时候呢，好，并且呢他也告诉他的百姓说他要上到耶路撒冷受苦，好，被杀，好，第三天复活。这当中呢我们知道说彼得他就拉住耶稣劝耶稣不可如此，却被耶稣责备为这个撒旦。好，因为呢他只体贴人的意思。那我们可以思考，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是不是那种拉住耶稣想要使耶稣绊倒的那一块石头呢？好，还是我们是体贴神意识的，好，我们帮助主耶稣的圣工的，好，那一个人。我们可以思考，好，那我们要成为的是这种绊倒人的呢，还是我们要帮助别人的？好，就像这个西佛人一样啊，他的行为就是他是主动的，是要使这个大卫来投入到这个扫罗的一个网罗里面。
那我们看到25节到29节，这里就是在前段啊，我们刚刚所读过的，当扫罗呢跟大卫其实已经算是走到要准备要抓获大卫的时候呢，好，然后就有这个使者来报告这个扫罗，好，就是说这个非利士人要来抢掠了，请王回去。好，然后这个扫罗就不追赶大卫了，在这当中其实就只有一线之隔，大卫就要被四面围住跟捉拿了，但是神的一个带领跟看顾呢，可以使这个大卫来逃脱这样的一个危险，所以那个地方就称为希拉哈马西罗杰。这样的一个事件其实就是神一个奇妙的一个作为。好，那在整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来提出几个大卫信仰的一个成长。好，他第一个就是大卫在爱心与付出上的一个成长。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在21章的1节到2节，这里是说到当时大卫第一次离开耶路撒冷逃亡的时候，好，来到这个挪伯的这个祭司城。我们可以看到说是他这样是非常的一个紧急的一个状况，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食物啊还有饼啊都没有，所以他来到这里呢，就说了一个非事实的一个编造话。那这种非事实的一个编造话呢，也造成后续呢这个扫罗杀了这个全城的一个祭司城。好，那我们也知道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叫做白色谎言的一个意思啊。好，这个意思就是说，通常我们有的时候会讲一些出于我们善意或者是我们觉得无害的这种小谎言。好，人往往就是会陷入在这种谎言当中，认为说哎，我们撒一下这样的一个善意的谎言，或许呢可以快速的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好，那后续呢其实在谎言当中都潜在着一些负面的一个影响。就像这个事迹当中我们看到大卫他虽然讲了这个非事实的一个编造话，可能觉得说后续可能他们应该就是面对扫罗的时候不会逃脱，就是不会被杀害啊，所以他就这样子来讲出这样的话。可是我们看到后面这整个祭司城啊，在22章的15节到19节，18节22章的18节到19节，这里就说到王就吩咐这个多益啊，好，去杀祭司。好，在这当中呢用刀杀了那里面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我们看到说这个出自于这种非事实的谎言，竟然带给这个祭司城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自从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后，大卫呢，好，到了23章，我们看到他的一个成长是，他懂得求问神，所以在经文当中的第6节所记载的这个以弗德，好，这个祭司为什么会特别记载祭司所拿的这个以弗德？好，那我们看到后续呢，大卫就是透过这个方式来懂得呢，知道说哎，当一个祭司被追杀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带，但是他身上呢就是带着这个以弗德。好，代表说他还是懂得说要懂得来求靠神啊，哪怕我今天身上什么都没有了，好，那我还懂得说要来依靠神。好，所以大卫的转变当中，在23节，好，他懂得向神来求问。好，那我们看到说，好，所以这个撒谎呢，对我们基督徒其实不论他是否是好跟坏，那在圣经当中给予我们的一个评价就是，说谎呢就是出于这个魔鬼，所以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好，这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5章37节。
好，如果我们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好，这个是圣经的一个评价。好，所以我们要懂得说，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论在面对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好，我们都不要用这种谎言来解决问题啊。好，那我们反而呢，遇到问题，我们懂得要来求靠神。好，所以我们又看到说，他在这里的一个23章这里看到他的一个表现呢、啊，好，就是成长，就是看到自己的看见同族人的需要呢，好，来给予实质的一个帮助。好，那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二章。雅各书的第二章，14节到17节，二章的14节到17节，14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阿们。在这一段记载当中啊，告诉我们要长存一个真实的一个信心跟爱心。啊，怎么说呢？啊，这里是说到啊，这个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啊，是一个希伯来人他们常用的一个道别的一个词句。但是这里是说到说，你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好，你今天看到人家来了，需要帮助了，好，你就只说了一句说平平安的回去吧，平平安的回去吧，但是没有给予这个实质上的帮助呢。好，这里说到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死的。好，所以我们要期许我们自己要长存一个真实的一个信心跟爱心，像这个大卫的一个成长一样。好，当他面临到这个危险，懂得求靠神，甚至看到同族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他懂得第一时间就是向神求问，并且帮助他们。好，那我们看到我们来看到这个第二个，也就是大卫在这个怜悯跟饶恕上的一个成长。好，我们先来看《生命记》的第19章17节。《生命记》的第19章17节，好，17节说到，这两个赠送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好，我们跳到21节，21节这里说到。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好，我们看到说，在一个摩西的一个律法当中啊，说到有赠送的这两个人呢，提到说，不可顾惜啊，要以命偿命啊，甚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是在当时所颁布的一个律法。好。但是我们却看到23章啊，即使大卫呢面对这个基拉城的居民，啊，忘恩负义啊，好，那甚至呢这个西弗人的背叛，可是我们看到大卫并没有如此做，他选择不去跟他们计较，好，就反映是说这个大卫他信仰上的一个怜悯跟饶恕的成长。所以我们可以思考说，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当我们面对这种不公平的一个对待的时候呢，我们是会选择报复吗？好，那在圣经当中啊，告诉我们啊，这并不是神所喜悦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福音的第五章。5章的38节到42节，
38节到42节，这里说到：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啊，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有求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好，那我们跳到我们跳到后面48节。好，这里说到，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好，我们看到这一段记载是主耶稣的一个教导。好，他说到，当有人跟我们作对跟抵抗的时候呢，甚至把我们告起来，就是被裁决的时候，或者是强逼你做任何的事情，这里又说到说走一里路啊，这个一里呢，就是大概是1.5公里的意思，那你就陪他走2里路，这当中其实就记载啊，40节说到了，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好，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教导。这个爱呢，就是我们要学习神的这个爱啊。好，这个仇敌，也就是我们认为在我们这个生活上，是敌对我们的人。好，那所以当我们面临到这个觉得是非常讨厌的人，或者是在任何事上总是扯你后腿的人。好，这里主耶稣的教导是说到，我们要为他祷告。好，这个为他祷告当中一定是一定会非常的愤怒啊。但是呢，我们就透过祷告的方式呢，好，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在学习爱啊，爱我们的仇敌。好，甚至呢，我们要学习能够跟神一样。好，在学习这个从神而来的爱当中呢，好，他说到我们要成为要完全，也就是要成熟，好，要完全的一个成长。好，当我们在面临不断的为仇敌祷告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信仰完全，好，甚至学习像神一样，像主耶稣一样。好，所以在大卫的这种饶恕跟原谅的一个过程当中，他是选择面对这样的一个仇敌，他选择去饶恕他们，甚至是不计较他们。所以在马太福音的11章26节，马可福音的第11章26节，在这一段经文提到说，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保罗也教导我们，在罗马书的12章17节到21节，这里也说到，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要留心去做，若能行呢，就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好，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耶稣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也就是这一个判断人的一个权利呢，是来自于神的。好，我们要为神留一个地步啊。好，所以这里说到这个听凭主怒啊，也就是说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啊。好，我们把这件事情交给神来带领我们。好，这样呢，21节就说到，好，我们就要以善来胜这个恶。好，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应有的一个态度，尤其是面对这种经常伤害我们的人呢。好，这是我们可以给予我们的一个教导了。好，那除了在这种怜悯跟饶恕上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大卫也有一个同理心啊，他懂得说，这两个同族的人，好，他们可能也是因为毕竟当时呢是这个扫罗执政的一个掌权的一个时代啊，如果他们违背王的命令，或许他们的也会像这个祭司挪伯城的一个下场一样。所以我们都看到说，
大卫的饶恕跟这个宽恕当中啊，他也有着同理啊，也就是懂得去体谅别人，以这个别人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也期许我们自己呢，能够学习，能够像我们的父完全一样啊，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不断的成长，来成熟，成为像神的一个样式，那所以从整段的一个二十三章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一个成长经历，展现到他的一个爱心，甚至对于他在信靠神的一个地方，那甚至面临人的时候呢，他懂得学会怜悯跟饶恕。这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榜样，那也给予我们在信仰上呢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教训啊。那也期许我们自己呢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来成为活出我们更完全的一个生命啊。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